哥大嫂好，今天我5岁了。过生日的待遇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好多好吃的。今天有很多人和我说生日快乐，谢谢他们，感觉每个人都很爱我。可是你这口水是怎么回事？不要在意这些，静静的看我吃就完事了。我还吃到了奶粉，第一次吃我还挺喜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吃肉，嘻嘻。我的生日过了，就是我哥的生日，拜托你们帮我看看他吃了什么好吃的。过生日必须得把长寿面安排上，刚点完菜就碰上了熟人，累不得整点小酒儿助助兴。瞧瞧这大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要一人半斤。第一道菜山东风味茄子，油炸的很难不好吃。长寿面来了，为了喝的尽兴，这两人去表演两车换一车了。又是一个油炸食物，偶尔吃一次其实也没啥大问题。沈老师，你听到没哩？这是一份隐藏菜单，其实就是大会菜，年卡客人才能点的那种，跟着有了 VVVVIP 待遇，菜上齐了，等着他们回来开整。整长寿炸酱面。生日快乐大寿星，大过在了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你永远无法预判这几个人有多能吃，还要再加一份饺子。今天又是一不小心驰骋的一天，